11月17号，林志玲和黑泽良平正式举行婚礼。下午3点，林志玲身穿一袭白色修身婚纱，在爸爸的陪伴下走出酒店。只见志玲姐姐手挽爸爸，还不时挥手向媒体朋友打招呼，高贵优雅，气质满分。而新郎也身穿燕尾服，向众多亲朋好友表示欢迎。据悉，婚礼现场除双方家人、亲友陪伴，蔡康永将担任此次婚礼仪式主持人。袁弘、张歆艺、林志玲恩师洪伟明等也穿正装亮相，现场十分热闹。得知消息的网友们都难掩开心之情，纷纷为志玲姐姐送上了祝福。芒果捞新闻，愿志玲姐姐新婚快乐，百年好合啦！不叨。